可能你坐上去就不怎么好看了，所以说你的尺寸跟我一样啊。对，这个我建议你带9M 腰，这边是松的哈。那么呢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绑腰带就可以了。进我们厂的牛仔裤，不管你刚好绑腰带松还是说贴一样啊，你只要上腰带就好了。所以说微松没有关系，这个我建议你们说，加腰带在腰间那边。我是穿着 M 哈，这个款式两个色啊，黑和蓝 ，OK， 黑和深蓝色。牛仔面料的裤裙版 ，OK， 我身上穿的是深蓝，再来一个就是黑色。近看款式先啊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吧？然后这个黑它有点灰黑灰黑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就对了。前面这个口袋是方形的啊，这些口袋是方形的，前面整排纽扣啊是开的弯，它是属于那种 butterfly 的款式啊，就是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弯，后面口袋一样是方形的一样了哈。它有绑带的耳朵，所以如果你穿了微松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选择绑带。主播绑也是啊，主播穿也是松哈，我们先声明哈，我都是松的。我穿了松，所以我绑上表就 OK， 它一样会 hold 在那边，不用怕会走光之类啊。里面是裤子版，前面看是裙子短裙，后面看是裤子啊 ，OK， 后面看是裤子。所以我们上一个星期一样有个类似这样子的款式，很多顾客买不到的，因为上一个星期那个款没了，所以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款式。OK， 你可以带走这个款式，口袋在前面这个，它口袋很特别啊。它这边是这样子方形的，然后它这边外面这两个啊 button 这样子的款式，这边的也是方形的，然后后面的一样是方形的，所以穿了微松可以绑带，然后这个面料弹性是非常大。它这个裤裙子前面呢，看裙子，可是它里面还是有裤子板啊，一样，它里面这个裤子板呢，一样是这一个牛仔，你拿那个蓝色出来。一样是这个牛仔面料来的 ，OK， 我身上穿的 S， 我穿了会微松，所以我绑到，然后就属于中腰、中高腰的那个版型 ，OK。助理现在去换了 S size，OK、okay? 啊。我穿，我先改一改我的效率尺寸哈，一下子啊，给你近看多一次啊，它里面这一层前面呢、啊。它里面这边是这样子有裤子板啊，所以一样是有弹性的那个牛仔，跟它外面的面料是一样的。然后放下来的时候，前面看就是这样子裙子的款式 ，OK。后面呢就是裤子，前面看是裙子 ，OK。后面看是裤子，想要再找这样子的裤裙、牛仔裤裙，这一期这一个款式是必买款就对了。称给你们看，面料弹性是非常大，这个牛仔面料弹性是非常大 ，OK。前面这整排纽扣是开的弯，所有的纽扣啊是开的弯，像刚才讲的，它很特别啊。它这个口袋这边是这样子方形的，然后这一边这个也是方形的，两个色，基本上两个色都是显瘦的颜色。啊，我现在是穿着 S 啊，所以说你看我现在穿的 S 腰就不会有松的问题。毕竟说腰我们见到76嘛，我的腰78是可以，只是说我坐下去的话前啊这样子，就是说刚刚就我坐下去啊，前面这边就是说你 OK 位它会有一点点这样子撑开是可以啊。如果不能的话，你就需要打 M size， 然后你的腰间那边你加腰带。现在我是穿着 S， 就是腰是贴的，然后说像我这边就是说刚刚好，只是说坐下去的时候它的纽扣这边会微，因为我们坐下去这样子嘛，它前面纽扣会有一点点的这样子撑开，是不会走光，只是说那些说GA 的话你就需要带走 M， 不可以拿 S 啊。这个我现在戴蓝色，我是穿着 M， 我穿着 M 呢腰那边就是说还有空间，腰的稍微有空间，我现在就换了 S， 腰就是我的 size， 是说能比较贴身啊，不会不舒服。毕竟我们接76，我的腰是78，我穿稍微比较高腰是可以，只是臀部坐上去。就你穿下去的 SI 呢，就是比较 fit 的。你看我的是小 A 的那个裁剪，我现在是穿回 S， 助理也是穿 S， 可是助理穿的 S 是比较 fit 的包臀的，我是一个小 A 的那个裁剪，所以你感觉到很像我两个，我们穿了不同的版，不同的裙子，其实是一个同样的裙子的。就是你现在下围就是说没有这么丰满的 ，OK， 下围没有这么丰满的 ，OK， 跟着我们的尺寸的就不会穿去这个微微这边撑啊，可是它一点点撑，它不会有走光的问题，你放心啊。所以能接受的话，你的尺寸跟一样可以带走 S， 对，是的。78、94你可以选择带走 S 啊，就是说坐下去微微撑一点点，不会有走光的问题哈。两个色，蓝和黑，对黑啊，不能选两个都是显瘦的颜色，裤子来的哈，放心，它是裤子，只是我们让你们知道它前面它是开纽扣，它开纽扣是这样子的哈。
它跟以往那些就是说我们有inner的裤子不一样，它前面就是这样子开到完，然后里面这个是裤子的版型，它是这样子的哈、你拿着，你们看一下，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。它开完了啊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里面多一层这样子的牛仔裤的款式 ，OK。所以说不要担心。对了，哎，它的 inner 是那种不是啊，就是一样是牛仔的 inner 哈、这个。OK， 所以这90零级这个价钱是非常划算，两个色都是深的颜色，就看你们自己喜欢。啊，黑色是没有 M 啊，就是 C， 如果你要 M size 只有蓝色而已，你让我知道，如果你要蓝色 M。黑色只有 S 跟 XL 而已 ，OK，S 跟 XL 而已。这些是厂家的秒杀款了、啊，我要加，当时已经加不到了 ，OK。所以啊，谁要 S 啊 ？S 蓝色就有 S 到 XL， 黑色只有 S 和 XL，OK、okay?。啊，牛仔裤裙前面看是裙子，后面看是裤子 ，OK。下单赶快，因为数量很少，前后口袋都是方形的，有绑带的耳朵。我穿了微松，所以我选择绑带。我给短裙、短裤的版型就主播没有绑腰带，肯定是会松、会松、会松。给我穿 S 一样啊，我是会松的，所以我现在就穿了 S size 啊。所以想要比较牛仔裤牛仔 feel 的话，你就带走这个蓝色吧，带走这个深蓝色。来看黑色，看去就会比较近色，没有这么像牛仔，没有这样像牛仔啊。上班可以穿短裙的，不要有一种牛仔的感觉，可以选择带走黑色。黑色是黑色，只有 S 跟 XL， 蓝色就有 S 到 XL。是的，没有的话我再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式非常应该是全新的款式套装啊，针织面料的套装。我们上一期有个套装已经卖完了 ，OK。所以谁要找这样子全新的秋冬款啊 ？Michelle， 你的是 WL 说 ，Jessie， 如果你要蓝色 M， 让我知道哈，因为黑色是没有 M， 然后说数。